店发现了一个我一直想玩的美人鱼杯，原来人家是个甜筒啊，还挺正呢，拿个回去玩玩。老板买单，拿着我的新玩具到家啦。人鱼尾巴上还有珠光呢，这一个小翅膀好可爱。哎，里面是不是个这样的小人鱼啊？赶紧拆开看看。我去啊，差点划破手，有点疼，好在没破皮。哦，里面是这样的，小甜筒的纹理竟然都做出来了，今天你就拜托了。它是怎么做到下面一个没有，都在上面待着的？不挤嘛，这小杯子看起来当个水杯不错，就是不知道漏不漏水，给它来个9分嘛。嗯，密封性不错，真不错。哎呦我去，这玩意儿虽然它不漏，但它洒呀，看来我和它是无缘了。来拆袋吧，数了数，1共6袋。嗯，我去，这不老熟人吗？这是生活不景气，出来兼职美人鱼。那你好再去整身人鱼衣服穿上呀，我记得他家了，以后再也不买了。哎，这娃腿上怎么还有个大洞？这边的更大，都是些啥玩意儿啊？就这娃5块钱我都觉得贵了。一个好蓝相拼的小水壶，一双小红鞋，最后一袋是个小眼镜。哎，眼镜呢？ Are coming.